这火太大了，控制不了火。哎呀，糊了，这火不好控制。完了，糊了，我这么看着还是糊了。那，哎呀，完了，哎呀。好难过啊，火太大了，收不住，这才没十几分钟，都二十分钟，也就是顶多。哎呀，这道菜当没有存在。我还特意给它调小了一点，但刚才不知道谁给我加了一块木头，是刚才谁给我加了一块木头，是不是？这为啥多了块木头？应该谁给我加了块木头？陈荣，咋啦？我就说我为什么刚才一块木头变两块木头。哎，我放了一块木头，我去的时候觉得火快没了。两个锅同时呢。我就是要那个火快没了呀，姐！我就说怎么多了一块木头，这是在烧红烧肉啊？啊！我要小火呀！那怎么办？真的糊了，我以为这在烧粽子，你知道吗？那没办法。怎么办？那只能这样了，你咋办呢 ？Sorry， 没事儿，能不能吃饭靠你。指望我是不行的。走，小心别烫着啊！来吃饭吧，吃饭了。做了这么多菜，很辛苦了。唯一可惜的就是有个红烧肉做糊了。啊，